年三场的红馆 show 前晚顺利完成啦。陈天林话三年前在上海拍剧烧伤之后，曾经意志低落到想尽快度过余生。见到全场 fans 同佢预祝今个月31号就32岁嘅生日，系咪觉得当时咁谂好傻呢？前晚尾场仲当啲眼泪唔使钱咁啊，爽放催泪弹。我们刚刚在台下听的时候都非常的兴奋。对啊，我这三天每天都在底下都被催累，我自己才累，反正台下好累。有 fans 陪住你哋，又点会攰啊？所以我们就在今天告诉你们这个天大的秘密，就是我们 SHE 明年要有 encore 场。你的老公在不在家？还是那个台上最厉害的，就是史上第一个挺着肚子上演唱会舞台，而且还要跳舞，那就有点危险。那我还要穿那件衣服吗？你反过来穿。其实台住 Billy 开 show 都好性感啊，唔着高踭鞋，唔跳劲舞，咪得咯。